糖糖，小乖乖啊，你来看妞妞。大家好，我是玲姐，今天我带着我收养的流浪狗糖糖到医院来给他做个复查。糖糖生病到现在整整的有18天了，医生让半个月以后来复查，我今天带来给他做个复查。糖糖最初是感冒发烧，感冒好了以后他的眼睛又出现了问题，就像那个白内障一样，眼珠子全部是白颜色的。但是检查了以后不是白内障，就是眼睛里面有浑浊，然后医生给开的吃的药，还有就是眼药水眼药膏什么的，今天药也吃完了，带来给他复查一下，看眼睛恢复好了没有。什么鸟人啊？哎，有一点。有点鸟人吗？嗯，全是爬的。耗子不行，测那个干眼，这耗子都测眼睛嘛。他平时测的是三指的。应该是我来说的。鸟人啊，鸟人太高了。采访前面他容易掉，所以他容易。这个眼睛不拆吗？哈，对，一个是。这个拆的是啥？眼睛有个干眼。去了啊，别着急，还有一个。看一下这个好大的一个乌龟，这个乌龟也生病了，也来看病了。满鸟口。给糖糖已经复查完了，医生说两只眼睛基本都恢复正常了，回家以后让他多休息，尽量不要让他激动，汪汪汪的大叫。
现在我去排队结账了，结完账以后我们就带糖糖回家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有喜欢的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来的有点晚，现在出了天已经都黑了。